在平流层里边飞扬，在平流层里边飞扬，沙子在平流层里边飞扬，如果说不考虑高位空间的话，只是在我们这里的话，那就不可能形成平流层，因为有不同位置的空间存在和高位空间的存在，才出现了平流层，平流层里边呢有好多气球，非常气球，有的气球是我们这空间的，有的不是我们这空间的，尤其不是我们这空间的，气球就非常非常多了，平流层那边分子，大小和浮力的作用情况在静止在那边了，静止在那边，静止在那边，那边就形成了一个沉袋，这个平流层，平流层里边有好多沙子，在里边运动，哇，胀到像在喉咙，胀到了喉咙，胀到了喉咙，所以。 感觉喉咙卡的感觉，也就相当于我们喉咙在那平流层那位置，相当于在平流层那个位置，很高很高很高，高耸入云，相当于平流层那边，平流层那边有好多沙子卡在，喉咙这边，是这么一回事，好，知道了，再见，再见。